暗色到它在最深的吧，我按它一下，它从这个变蓝，那它就等下就退回去了。那我已经按完了，按完了，所以说这种东西这种情况，所以说，其实这是目前很多汽车啊，对这点还是很敏感的。汽车有汽车的话，你像我这些，那这边留意这里。这个过程是一个渐变的，就是一个渐变，它不会说突变，所以说这是一个电气变色一个最终一个目前一个这种一个设决图嘛，对不对？那确实慢了，这是一米一几，60秒，对啊，这天窗是几多少米？我忘了，这个天窗是多大？我忘了，这个是比亚迪的一个样品。是我们给比亚迪的，跟他做的这个辅料，这个辅料的玻璃嘛，辅料的。5G 啊，你要5G 啊，8万的这个组合。变完成了吧？差不多，还有一点点，这里没了，改变完成了。